同机，这位是辉哥，这位是严炳亮大哥。在这个特辑里面呢，我们将访问古晋博爱协会的几位相关人士，让他们可以创办古晋博爱协会的宗旨。对的，希望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请多多支持博爱。希望大家踊跃捐献，积沙成塔，希望博爱的爱邻中心能够早日建成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